小马，睡觉了，你还背着个包干嘛？咱们到了，你不把包卸下来，咱们吃羊肉啊？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睡觉了，你睡这个饭，楼楼睡这个饭，吃得起羊肉啊？那不让他宰着羊吗？我请客吗？确定？确定。老板，给我杀只羊，赶紧的哈。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帅哈，不是，我是小李哈。那个今天啊，我带你们到这个地方是到大凉山的一个悬崖村哈。这个悬崖村呢是有一点年代历史了的哈。他们那个上去呢就是不通路的哈，就是那种干架呀或者那种路啊非常艰难的哈，那样子爬上去的哈。那个受罪的坑我来踩，免费的爱心你给我点一个吧，走。这个是他们这里的那个橘子啊，他们这个叫啪啪柑哈，这个柑子挺甜的哈，现在还没成熟啊，你看小小一颗的，不行了，朋友们，现在才刚到这个路口了，看到没？悬崖村哈，你们看到上面的杆梯了没有？这样一直走上去，转转转转转，啊，走吧，再坚持一下。走啊，楼总！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啊、感谢大哥，感谢大哥，赖总。Hello， 大家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我们现在爬悬崖山了。现在我已经爬到了这个大概有2000多米高了哈，给你们看一下四处的风景，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等一下给你们切换一下镜头哈。看到没？你们看一下，我们就是从这里爬上来的。很安全的哈，告诉你们哈，因为这杆架是很安全的，很牢固的了哈，就是有点高而已，高但是安全，没事的，很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峡谷，看到没？自然的风景，对面也是爬那个杆梯的，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现在继续往前走，不是我征服他，就是他征服我。反正包哥是被征服了，他是来不了了的。啊，现在咱们继续往前走，带你们看不一样的野，不一样的风景。大自然的美哈，那个山好漂亮哦。这都是直线的哈，但很安全，大家放心了。我现在到这里了，更高一点了哈。现在是安全的位置给你们拍摄，有扶手的啦，你们看嘛，是不是很牢固，对吧？从这里一直往上走，出发。那个现在我已经到这里，我估计有2-3千米高了哈、哦，因为有看到有点怕，我都不敢再往上爬了。你们看一下对面有多高，下面都还好了，安全是肯定安全的哈、哦。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恐高的话，就是心里面有点障碍哈。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坚持哈、哦。现在开始，啊，往上走。哎呀。怎么样？太高了！哇，好美呀、
苦哈，经过你们的支持跟鼓励哈，我终于给爬上来了哈，这个悬崖山哈。这里就是他们的村庄了哈，你们看到远处那些小房子看到没有，一处一处的哈。还有这边他们这里一共有70户人家哈，我问了哈，你看一下，哇，这下面还有哎，这下面更多，看见没，这下面你们看一下，这下面看到没，但是这里的人呢他们全部已经搬迁了哈，因为他们呢这里全是泥土哈，有一年他这里那个泥土流沙淹没了几家房子哈，然后后来政府好像给他们全部弄了安置房，全部搬到县城里面去住了，现在在这里住的呢基本上就是还有两三户人家了，他们是不愿到城市里面去生活哈，他们喜欢了这种大自然的空气哈。那个现在我们到了这里，现在在这里找了一个旅馆哈，在这里住哈，你看这台子还挺好的，看一下他这里，我们晚上在这里吃羊肉哦，带你们吃羊肉哦，这是厨房哈，我这厨房还算整洁哈，你说在这种地方的话，这种厨房还算整洁的哈，对吧，然后看一下咱们的房间，嗯，嘿，这样子的吗，哟，看这就是小旅馆哈，50块钱一个房间，也不是，就50块钱一个床，但是也没有原因嘛，就一个人睡个房间就50块，也不算贵，也还算合情合理啊。那带你们看一下前面这里，这叫啥，悬崖山庄。妈，小马，睡觉了，你还背着个包干嘛，咱们到了你不把包卸下来咱们吃羊肉啊。睡觉了，你睡这个房，楼楼睡这个房。吃得起羊肉啊。那不让他宰着羊吗，我请客吗，确定确定。老板给我杀只羊，赶紧的哈。好了兄弟们，那个先这期视频呢就先更新到这里了，等我们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再带你们好好转一下他们这里的风土人情哈，因为现在也太晚了，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吃饭了，因为我们爬上来我们三个人连饭都还没吃呢。好了，这期视频就更新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明天见。